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璇君。有妈妈来信问说，豆浆真的对女生很好吗？我真的可以喝豆浆喝多一些吗？其实呢，豆浆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素，叫做大豆异黄酮。而大豆异黄酮呢，就是属于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。这种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呢，可以看到手上那个手板哦，它可以让女生皮肤变得比较漂亮。怎么个漂亮法呢？让你皮肤变得比较不会干燥，而且是润泽，是有光泽的一个样子。而且第二个，它可以让我妈妈那些更年期不舒服的状况，它可以稍微减轻一些些。比如说你会有一些心悸不舒服啦，热潮红的情况呢，都是可以喝豆浆来稍微改善一些些的哦。虽然豆浆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但是你每一天的喝的一个量还是要稍微限制一下下。一天的总量呢，请你不要超过300cc， 这样子是会比较安全的。